小黄，你怎么不喝水啊？喝水啊！你看他喝得多开心啊，你也喝呀。拿你养着。你怎么还是不理我？娘，娘，明玉啊，怎么了？你把那个人赶走，快把他赶走嘛！哎呀，把谁赶走啊？就是那个什么武姨太。他怎么你了？我看着他就烦，娘。你把他赶走，把他赶走吧。他是武姨太呀，我怎么能把他赶走？他是什么武姨太啊？自从他来到咱们家，把什么事都搞乱了。二哥还迷上了他，这可怎么行啊？娘，你不能不管我呀。你二哥看上了武姨太？自从那个女人来到我们家，我二哥就神情恍惚。我和他说话，他总是走神儿。饭也吃得少了，还总是唉声叹气的。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二哥了。你二哥看上了武姨太，你难受什么呀？我就是难受，我就是难受嘛。明玉，你是不是看上你二哥了？娘，说实话。嗯，我喜欢他。你这孩子，你可不许胡来啊！他是你二哥。我怎么胡来了？他是我二哥，但是我们也不是一个娘生的呀。那不是一个娘，还是一个爹呢？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他不是我爹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忘了？有一次你生病，头烧得像炭火一样热，你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你记住了，老爷不是你亲爹。”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我说过这话。你说过，你当然说过，我还能瞎编吗？好好好，就算我说过。可能是我病了，正发着烧呢。那些啊，说的都是些胡话。怎么是胡话呢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里还含着泪水呢。当时我问你，老爷不是我亲爹，那谁是我亲爹？你对我说，孩子，你将来自然就会知道的。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人告诉我，到底谁是我的亲爹啊？老爷，老爷就是你的亲爹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我不管，我就认定了，老爷不是我亲爹，我就是喜欢我二哥。二哥要是喜欢上那个武姨太，我也没法活了呀。娘，娘，你把那个女人赶走吧。明玉啊，明远是个好孩子，可你们是不能在一起的。怎么不能？就能。娘，你是不是不想让女儿活了呀？娘，你快把她赶走，快把她赶走吧。娘，你帮帮女儿吧。哎，好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娘赶走他，娘赶走他。红尘如残花，空悲切，只愿留心不留花。当你看清这个世界的虚无，没有谁能越过时间的变化。望红尘流着泪走过那，走过那间流逝的年华。当你看清这个世界的虚无，没有谁能越过时间的变化。明玉，好听吗？你不觉得这琴声像一个魔鬼弹奏的吗？可他听着却让人动心啊！让你动心，是琴声还是人啊？
当然是轻声了。轻声也不好听啊，跟哭死人一样。哎呦，你不要听、哎！你干嘛？我不让你听，你要是再听啊，我就把他打死。好，那我不听，可以了吧？这才是我的好二哥嘛！岁月如梭，远去何处去寻花？